民国四大美女绝版老照片，林徽因才起，陆小曼教练，阮玲玉妩媚。民国四大美女乃二十世纪初后人根据现代的审美观知名度选出的四个民国佳人，包括才貌双全的林徽因、校园皇后陆小曼、金嗓子之称的周璇、电影皇后阮玲玉。现在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民国四大美女，才貌双全的林徽因。林徽因，中国著名的建筑师、诗人、作家，有民国佳人之称，不是誉其为一代才女，她几乎表记一个时代的颜色，倾城的容颜，出众的才华，情感生活也极具传奇。浪漫诗人徐志摩甘愿为家人抛弃妻子，学界泰斗金岳霖甘愿为家人终生未娶，最终家人选择的却是建筑大师梁思成，让他宠爱了一生。时光荏苒，林徽因依然是那最亮丽的风景，令人难以忘怀。民国四大美女，校园皇后陆小曼。陆小曼，中国近代画家，师从刘海粟、陈万丁、贺天健等名家，年成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陆小曼有校园皇后的美誉，诗人郁达夫说，陆小曼是震动二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徐志摩说，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金光里荡起侵权的秘密。不是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陆小曼23岁的时候嫁给了徐志摩，也成为徐志摩最娇惯的女人，惊鸿一瞥却比玫瑰美艳动人。民国四大美女，金嗓子周璇。周璇，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也是著名的歌唱家，她以如今笛鸣沁入人心的歌声，借助于话筒开创出一种独特的演唱风格，荣获金嗓子的美誉。周璇近20年的演艺生涯，拍摄了42部电影，有38部为女主角。在影坛她被称为电影皇后，后被她婉拒。周璇容貌艳丽，性情温和，天真烂漫，行动举止和待人接物都比较稳重，宛如一朵纯洁的白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民国四大美女，电影皇后阮玲玉。阮玲玉是中国默片影后，佳人身姿妩媚，弯弯的眉眼，甜美的笑容，自然干净。她经常一袭旗袍加身，堪称30年旗袍的形象代言人，被誉为中国的英歌利鲍曼。当时影坛地位仅次于影后蝴蝶。阮玲玉成名后，沦陷于张达敏与唐季珊的名誉诬陷纠纷案，在1935年妇女节的一天那副安眠药自尽，令人痛惜不已。2010年，阮玲玉被美国 CNN 评选为史上最伟大25位亚洲演员之一。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版权归属作者。